早安。为什么小熊没有回答？骑车很快就回来，哼！他骑什么车啊？这个真厉害。帅气哦。不是要骑车吗？哦，嘿呀！你看，出现了新的弯道，轮胎在发热。哦，什么？又来？小心，小熊，有刺猬！冷静下来，骑士在这里。
有这台摩托车真是无聊，对吧？小熊，快跟上！想要追求什么啊？你们的行为好像小动物。不要打了，我们可以马上举办比赛，看谁是最强壮的熊，进行自由车赛。进行自由车赛。进行自由车赛。别做梦了，小熊可以骑独轮车赢他，要赌吗？先说好哦，不准作弊。
走。兔兔，你输掉了。我警告过你，你不应该作弊。哒哒哒！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